老板娘这次又做了好多 18K 金的耳钉啊，姐姐们给你们看一下。上一次呢，我拿回去那几对的话还不够放，你看他这次又做了一对、两对、三对、四对、五对、六对、七对、八对、九对、十对，十对里面有一对是小的。哇，这个好好看耶，就这一批。哦，这一批我跟你们讲，它的种水色比上一次那一批还更好看，而且还比那个大一点，真的好漂亮啊。扇耳的感觉特别的精致，看这是戴了的效果，比较简单。哇，好好看呀，我特别喜欢这种 18K 金包镶嵌的，它给的就是一个银的价钱，而且的话不显得夸张，而且又不显得很多很多的钻，很闪很闪那种。因为有一些姐姐的话，她比较喜欢一些通勤百搭款，像这款的话再适合不过。这边是没有戴的，然后这边是戴了的上身效果，我觉得是真心的漂亮。就也有一对小的不要啊，好行吗？好，那就这对小的不要，大的这个打啥价了？这个不涨价吗？啊，不用涨价了，哎呀，没有，价格不一样的，我就一起拿，金也不一样的，一起拿，行吗？好不好？都看得上，这几个都看得上，最低的价了，最低的价钱了啊。但这个的话确实比之前那个大很多，而且的话它的色泽确实比之前那个好很多，价格的话贵了100多嘛。底子干净，肉质很细腻，没有任何的杂质和纹裂，真的好漂亮啊，你看，而且它不发黑，这种又辣又绿，而且 18K 金镶嵌的，价格还又便宜，哇，这个确实是可以。这样子嘛，你就凑整数呗，你就不要那50块钱了，行吗？就九对一起了。那一对的话是小的，我就没收。多少吗？你刚刚打的是这么多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么多吧，就多了个零，多了个零，行吗？九对，行的话就去打包，我也很爽快的，我就加100块钱。一对这个。哎，对，一对这个价钱，行吧？行，不管了，行，全出了，不管。九对，姐姐买耳钉18K 金，真金真钻镶嵌的。这对的话是真的非常的好看，而且这个颜色是真心的漂亮。给大家背个光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宝宝们，你看这个感觉，这种色系，而且它的尺寸的话特别的大，就是没有纹裂也没有杂质的。关键是老板娘人长得漂亮，而且又好说价钱，她确实没有给我要价，然后也确实没有给我找太多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合情合理的啊。收，来，给你转钱。好，你帮我弄好吧。好，行，过去了，老板娘。好的，谢谢。喜欢的宝宝千万不要忘记了，欢迎到我评论区留言，不要忘记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哟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